尾音加个 A 而已，你们就在那边，我没有叫成那样，说用 A 呀、啊。转圈圈了，有了，是不是？有了是不是 ？OK， 好。干他刚自己重开机，超北七的。嗯，这谁的？你的电脑也会，我的电脑也会啊。他自己重开机耶。莫名其妙的重开机。超雷的。会啊，那你不是也是这次买的吗？什么？你也是这次买的吧？对啊，这次买的啊。我们可不可以用完回台湾，然后跟他说要退货啊？但不行啊。可是啊。还好我鉴赏期过，你知道吗？那蛮雷的。还好我送你一款。咖啡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有鸟师傅的？那个时候他是做员工餐，真假的？啊，所以我们都可以吃吗？没有，送给那个最强的人。哦。那每个吃鸟师傅的美食吗？嗯，我看我，我去拿东西的。你真的不开直播吗？昨天应该要买个饼干的。今天买。晚上应该会开车去买。哎、欸，我们，你知道我们回来几点吗？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啊？他好像说十点到两点而已呢。惯习。
你们有人在开台吗？有啊，这边有两台在开。这他妈是什么台？哦，风景台是不是？没错啦。看你们的位置也太好了吧，还有风景。我晚上就要那铺着那个床单走过来。你还这谁的？这不是我的，那我的，那我的。然后那个下面那个是我哥的。这是回哦啊！你视讯照哪里？一个照我们这边。哦，看到我嘞。对啊。在哪里啊？另外一个在哪里？为什么那么多我的干爹？一个到这边吧。哦，在这里哦，嗨、啊，来给他看，我都又偷用那个红莲电脑，红莲的电脑，嗯，啊，导光它资料，我今天要穿最胖的衣服，要啊，要，真的，对，今天我们要去那个，你看大家都已经换现在。你没有吗？我去，然后那时候有人觉得说他们在4点前做好，完全要穿我的，对不对？我可以不要穿阿叔的，然后做好。我觉得现在大家全部都穿。我有啊，我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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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过呢，我没有带阿德来接话，我带其他一些事情吗？没有别件事吗？我有多一件，他们。然后你跟吉祥就负责去搭出门前该带的东西都带，这样子的话。
要整容吧？弄那个整容费，要你。然后有人发文说他下飞机了。昨天啊，你也粉丝啊？我梦哦，他说我已经下飞机了，我要准备好了。FAKYOE 粉丝也太热情了。Oh, wow.
知道在直播吗？看在直播，我不确定哦。好悲哦，因为我看到只有张扬，不早说。我在那边看，干嘛？我在上班哦，我在那边直播。哦，那、啊、你现在在上班？有啊，都先要两刀，万一都不要。哦，大家好。那你在发髻是不是？嗯、二次的。会不会也要吃香肠？没有啊。这样打不出来了，真的。刚刚我去房间，这放很久了。对啊，精神都还在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刚刚跟他们聊天。你刚也在啊，我也玩了啦，我是想说，然后再直播。明天一样时间，那我明天集合要再发钱。一样。最下面。你看他说要付费，对不对？最下面，对不对？然后像跟巧克力一样，最小型的肉我要怎么用？哎，头哥，嗨，你昨天手机怎么直播？手机我用那个、啊，要高级会员哦。我用那个什么？可是我们这手机直播不太好哎、欸。还要高级会员哦。我用 Gasher， 只看到两分之。可是我没有聊天室啊，不然我没有视讯啊，我不知道视讯有没有。哦，你知道吗？你大概知道吗？你这个可以，你现在开了吗？开了、啊。你开了之后，然后我关掉了，关掉是六十八，关掉。小龟崩溃。小龟崩溃。对。小龟崩溃。小龟崩溃。然后就好了。然后就三哦，它就是显示什么就照什么。因为你如果要在它里面用相机，你要付三千哎。太烂了吧！可是好像没有别的。我这样就可以直播了，我感觉这是最恶的，这太危险了，是在家里吃饭，一天都有吃完，是不是？三个好吃，他的鸡是台湾的，哦，太好了，太小了，太好了，他是台湾不吃的，是这个，超级好吃，最好吃我，最好吃，差不多了，好菜了，太爽了，然后还要骗大家，还要那个咖啡台，最好吃。等一下我们去会场的时候，我也会用那个，我会用那个牌，我可以玩啊。哎，聊天室怎么是连对画面不出来？那我们如果玩，它画面用什么显示什么，它就呈现什么，所以我直接开相机，它就变相机。哦，是那个开小熊，大狗在开。本来上面是厨房嘛，里面居然都看厨房了。要试，昨天睡觉就叫我拍下。怎么可能屁嘞？你变态吗？要大一步都会在吗？对啊。后面没声音哦。有啦。怎么没声音？有啦。其实你也要去吗？去啊，去看吗？他们要先去哎、欸。他们先去，我不用去。对啊，你刚听完整拍到我的镜头。可是他们先去了，那我们要怎么？你升级为国际。点半有没有？先给我。可是我们不会开。要不要推荐我加什么加什么？推荐你了，加一个 Oreo。恶心死！牛奶真的被加 Oreo？ 真的，怎么会恶心？吃早餐呐、啊？啊？啊？为什么你有这个？我拿小鬼的那来吃啊！哎，真的好吃，是啊，傻了。你回台湾之后就很想念了，我让他吃整碗。先加一些。尤力看这边，靠北。卤蛋没有来，卤蛋没有，他应该有工作啊。其实有很多人，有些人是因为有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来。然后哈子已经到那边了，不过好像十点才可以入场。哈子也太早到了吧？辉哥理我们啦，靠背啊！太多了。哎，你台有我台的观众啊？我不确定、欸。看有没有订阅图最准啊？但 U 力的那个订阅图真的超夸张的，我有，我有那个订阅图，啊、我有那个订阅图。U 力那个，你有订阅 U 力吗？我有订阅他。我完全去订阅他哦，那个图好憨哦。他超划算哦，订一个有16张图。我也有十几张啊。你有十几张？15张吧。你几个订阅？500多。我之前有600多过啊，所以有。还有那个时候有叠上去啊，就是有多。你500的时候多几张？6张图吗？500多5张。哦，所以 Uli 那个1000，他其实他可以用20张图，但他没有用到20张，他没有用到20张，他要赶快用吧，因为那个订阅一掉下去就没有资格再放上去了。哦，对啊，我去吃早餐。他没有早餐吃啊？我要上去吃的。我们要去超市买的，一个哟。两个公众的都可以。哪里有碗啊？还有东西吃吗？大家那个哦，小熊那边一人一口，我不太靠，我不要你的，我没有。
期的最低的。啊，我一个月叫三十四麦当劳。你的手机是 iPhone 吗？对啊，这是给大家可以用的。你知道我们用手机才不知道啊？我打了。我等好久了，想。天成，你昨天有打美服？有啊，我玩一下而已。他可以用吗？威力。是电脑的那个还是？那个。我在直播呢。哦，我想说，怎么两件事情在一起？哦。啊！我在等早餐啊。哦。我在等天使那个。在哪打的？你说我怎么回来？你还是看着这个屋子。千万不要让天神做早餐，他已经做了。我台八十七八，刷梗的观众。你的台？我刚刚1400。啊。现在580，因为刷梗开了。哦。你们想看海子，我给你们看最大的海好不好？欸、最大的海。哇，你整理好了。嗯，白痴，我刚刚找拖鞋找很久。你找什么？拖鞋啊，但白痴被 UD 偷穿走。他穿拖鞋啊？对，没有。昨天叫他穿不穿，他硬要今天穿。晚上再去买吧。对啊。那个吃早餐吗？嗯，这个真蛮好吃的。你们自己用吗？不是啊，这就麦片啊，然后加牛奶就好。他只有来，但他住旁边的那个，他住附近，他已经到会场了。啊，一下子有，白色跟 UD 是要打呼跟猪一样哦。这个我才有1000个你的观众，什么东西？我刚刚1400，现在剩580，我的台刚刷一波刷梗开了，为什么？然后全部跑了，全部跑进那里了。抱歉，脑屏。哈哈哈！快笑死。观众拿去头哥台刷刷一波，你知道昨天他洗澡都被敲门，他我不知道他就是为什么有没有敲门，然后教的啦，然后我就说、啊、他们问你老平抱歉，那种哦，你们是住那种？我们是洗澡的，洗澡的，我觉得洗澡的，我在里面拉屎，不好意思，又被老平。哇，这是半夜3点起床的叶子，对啊，你后来就跑去睡了。我跑去睡了，我在洗了1:30，起来吃东西。还请。
我这样看其实没有很清楚。什么东西？我这样看其实没有很清楚。都外面的海啊。对啊。我这样看，可是我们人看得很清楚啊。我刚才想要把那个笔电拿出去拍的。太危险了。没有太那个，他直接断断网了。哦，断网。他走到门口，网路就断掉了。对，开不了。你们昨天晚上想去看海，走到外面全部是雾，太黑，怕走不回来。对，是它这个海真的是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然后跳一下。哎，你用两个视讯啊？你说这个海，我两个视讯啊？哇，好猛哦！哎，回去要买两个视讯，一个拍右边，爱一个拍左边，换一个拍右边，爱一个拍手，这样。拍自己女朋友就对了。你一定要这样吗？鸟屎，鸟屎，你也要先过去啊！我可以跟你借那个衣服吗？啊，对，在里面，在我房间。有人先过去吗？有 ，gamer 他们先过去了。我没钱抽。现在来换好了。没有。Get away for fun。让他自己放的。You just get away for fun。这个，嗯，串流星啊，对，你点进去，然后就有，你不要让它重置哦，按这样就好。显示金啊，然后是哪一条？我了解，然后这个把这复制上去就好。好好，谢谢。然后你可以把它用到你的，比如说 LINE 上面，然后再把它复贴上去就好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啊，也是我就贴在这个地方上面这条。然后账号密码不用。账号密码，然后就直接按哪一个？然后再按那个，这边有个档，被你的档挡住，对，好好 OK, 这样就好了。谢谢，好。Thank you.
看他很剪精华，怎么回事啊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我们今天大概10:30会出发，但是我刚问一下，好像会提早，所以大概这边的时间10:00到10:30之间，我们会离开这边，然后去看现场。哎，现在台湾几点啊？半夜3:00吗？不是啊，因为现在是没有视讯，没素材嘛，应该要有一个，这边应该有一个，看到我的，那边应该有一个视讯的图案，应该有一个，对，要有一个整机 iOS camera 从 source 里面，哦，有，刚有。
挺坏的 ，CD 又坏了。那你就点那个啊。你这个干闪退太神了。有了，有了。然后右边是什么？右边那个是，就是有点像凹类，就是那个画，看你要加什么东西上去，你也可以把它当。中间是格杀手。点不掉吗？哎呦！对对，中间那一格三小。对啊。你右边这边，你往左边锁，这个要把它全部都克林掉，除非你自己有要加东西。中间那不知道什么。用手拿的。焦点是，欸，有可能，我也不知道中间那什么。啊，不见了，只能我不见了，只能贴着边照相，像这样。然后你的声音要把它关掉，不然它会有回音。这款自拍棒的优势就是，你要找女生拍照的时候，它只能。然后这样关掉。不是，这个你要这样才是有声音的，就是有对 对，这样才有声音的。然后你自己要把你手机本身的声音关掉，不然它会回音。教学，了解。好，我再来试试看。iOS 实况，而且你的为什么左上角这个啊？不知道，好不好啊？免签版吗？有可能哦。这样应该就有了。再开。排行表应该没有排行表这种东西。它是12:30，是不是？还好，不要6:30就好。你啊，哦，我美国的王子。那你用这个，你们直接整串传给我。我刚才做了教学，放在那边大家看好了。是啊。传给你是。哦，因为传的比较快吧，打的比较慢一点。你是目前来问里面最懒的一个。这样是最实在的做法。最懒的一个。因为如果人很多的话，你直接用传应该是比较快。好。我直接贴清楚好了。啊。这样方便多了。对啊。我们那群主在哪？我找到了，洛杉矶的。我贴在这里。好，啊。正牌工具人。超级工具会，干真的哎！那是代表你有这个能力啊！靠，真的吗？对对对，这都是安慰工具人的方法。对 对，难道我会找沙根问他怎么弄吗？他沙会啦，你可以问他。他会是不是？他们都会啊。这是你要打你的那个串流码。串流码。然后账号密码不用打，因为刚刚有登，因为前面有登录过嘛。对啊。没有，你打串流码就不用账号密码。啊，是啊。对啊 ，X 很多很多都是这样子。像 OBS 也是啊 ，OBS 打串流码不用打账号密码。哦，对对对，有理有理。有理没关系，我们这边开不会对你。哦，不知道，我还没有试过。啊，对对。啊，你们看到六太阳鸟屎吗？我们来观察一下六太阳鸟屎。所以下面就都不用打了吗？嗯，下面都不用打了，对不对？不用不用。你们看到那两个？右边是六边是鸟屎，左边是六太。他们露出了半个龟头。然后嘞，我就按什么？啊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你要把那些该死的东西都关掉，像这个，这你不用嘛，你要把它关掉。可以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它，你如果按这个，它你整个画面就会长这样子。哦。所以要把它关掉。我们按这个不是吗？哪个？视讯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右边这边也是，这边你要把它全关掉，不然它会挡很多。然后下面这边是你要这样才有，它这样是没有，它静音。你按下去，这样才是有声音。然后你要把你自己的手机的声音关掉。手机的声音关掉。对，这个关掉。对，这要关掉，不然的话它会有回音。然后你中间那一个不知道是啥小，这你可能要自己想办法。你开的时候没有吗？我没有。哎呦，不见了，不见了。对对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这样是开着的状态。然后你按那个 Go Live。好 ，Go Live 就有。你刚刚试试看。就看不到聊天室吗？你要用另外一只手机。哦，好麻烦。Go Live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你串流金要打吗？有啊有啊，打了进。但你把它记起来是不是？那我叫人家帮我，叫我 MD 帮我贴。
靠北啊，应该有，应该有。我在那，我数字就来。对，应该有。哦，好，上班专同事。我今天应该找个聊，找个用弄个聊天室。你我是用另外一只手机啦。你用另外手机？啊，你有几只手机？两只啊。你有两只手机？好屌啊！你刚刚想要，你刚刚那个意思就是你有几只手机？三只是吧？接一只，接一只，接一只。好，我先找，我先开个电脑。手机就没了，就没了，你跳出去就断了，就直接断掉。对对，有申诉过有差，没有，我们都一样啊，只是我上传调1000，所以可能比较不会卡，但是可能也没有，就是实况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清晰。不过只开视讯的话，1000应该是够了。家教费，好啦，我晚点要出门前，我再改用手机播。我没啊，我跟他一起，我开车啊。我刚刚看你，那、啊、这样跟我去啊，我们怎么办？他们先去拿 badge 日常。从凌晨陪我陪到现在的头哥，他到现在还在开台。Hello， 我在开。很久没有在开了。对啊，没有测试一下这软件。还好没有。小鬼，你怎么来了？谁的头哥？我刚刚试一下。
完了，你要开吗？抽烟啦、啊！哇塞！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完了就抽烟了、啊。不是，我先整个弄好再说。啊，我在这里没。大天神做的，就大天神做的。味道怎么样啊？基本上，怎样？跟鸟师傅做的比起来怎么样？哎，昨天没有吃鸟师傅做的。我吃鸟师傅做的。你看这鸟师傅不虎。如果是你要这个虎吗？你说要跟鸟师傅比吗？啊，我感觉到这个里面充满了爱心。其他就不说了，其他就不多讲了。但这个是爱心早餐。对，这是有爱，这是充满爱的大天神的爱。你看不出来是吐司的，我一开始以为巧克力啊。不过其实还不错啦，还不错，就是焦了点。这还可以啦，我刚吃了一下，感觉像营养早餐啊。Wings 那个才算爱心早餐。他有弄哦。啊，他都有弄，就有点像木炭之类的。真的吗？啊，他都会弄一下。哎，你别开啊！他会开，好兴奋。他声音很清楚是不是？声音还蛮清楚啊，我有乘二。这不是乘二。我把它的音量乘两倍，所以说应该算蛮清楚的。这边早餐要自己做，然后我们里面有几个比较会做，像鸟屎应该最会做。
下来啊！谁下来？我把他叫醒了。他有海水啊？应该是下来位置。他还是因为我们是要出门，对，是要出门的。我们是要出门哦。10点，10点半吧。10点半到。再不能给。旁边的在开趴，你们先聊，先装那个墙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我自己开始打。好，好，好。我怎么知道是我这样处理？第几天过，就过两天应该就轮到我了。我怎么回来？这下子怎么？干嘛？没有当然。啊！对，我忘记了，你看他，没关系，请问有没有熟的？啊，认熟的。哈哈哈哈哈！可恶啊！再去看看。演唱会，演唱会。我要当观众。你好，好久不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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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爽还要爽三吗？要爽三吗？阿贝，我给你。
了两次都没醒，我在那边叫起来。不是，重点是没有人发现你没醒。看你想说为什么？没有，你在讲的时候半小时前我都说有问题，为什么没醒？我注意啊，我关心你，原本是我的同事，没办法，你做一个就外面站，被人拆散了。哎，各位，我等等准备好以后，我就换那个，我就换用手机拍。好，我快弄好，我等等换用手机开，等我一下哦。
要去拍了，对不对？打八有四万多听众，右看右上角，如果有这情况，有没有声音啊？声音啊，好，有没有就错开？一秒零，一秒零。啊，上面那个会往上掉？哪个？上面这一块。你往上滑看。我用电脑拍。我靠！辉哥，你这也太专业了吧！看我先问你。我想见你的那个 iPhone 线。什么 iPhone 线？我们不要抢人家的位置嘛。怎么会有太多的？因为晚
上节目应该会用吧？我用三种。对啊。哦。可以自拍棒那种。晚上到。晚上睡一趴什么的、啊。今天会去买东西，所以。睡一趴不是就买一台电脑放着吗？大包包吗？是啊，可是我就买了，反正就买。睡一趴的还是这个。对啊。我这边吧，是啊，出发。对啊，来，看我要那个省的线啊，充电插座，传过那个。网络还是很不稳的、欸嗯，还是不稳，是 WiFi。他不是说有升级了吗？是啊。现在有升级了吗？有电脑，可以不能在线做吗？这头。他刚刷不到的东西了，因为他有刷，他有刷蓝牙，他没有刷。
害了吧？蓝白网风最会看的。是啊，我也是。蓝白网，再看一下。冲一下，你爸爸就好了。对啊，很准。嗯。啊，不用，你去上海那边。那你看不到聊天室。后南牙可以关吗？可以。对啊，你关，然后中间就开始。是去尼加拉瓜瀑布的时候有用这个，然后户外开始放。嗯。糟糕！哇，不能带钱，那里应该有东西买吧？应该吧，我要带钱。这边有啊。对啊。要带要带钱。钱卡都要带。哎，麻烦你，我去拿一下钱吧。我好了，我好了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好。顺吗？很顺啊，只要不要走到断讯的地方就好，而且都也蛮简单的，完全一下就完全搞懂了。是啊，不会不会不会。我好像搞定了，那我要先关台啦，我们等等路上直播吧。欸，你还开着哦？对啊。扯。哪儿？对。打桌上。哦，好热哦。我跟你一样了。看一下聊天室。你接。嗯。哦，对你的。对。嗯。哎，现在台湾几点？1:11是吧？
宝平抱歉，投歌人数告急，只剩300到500，请大家支持豆叶可可。又来了、啊，靠北！你知道每天都会有吗？正常的、啊，我去看每一台，那很快。好，我用手机开。哦，忙。不行的。看这边。你没有特别的配备吗？而且我拿回来。等等见哦。没有差，这没差。哎，也是哎。好，先。